赛。不亏不亏不亏，这盘包赢的，包王的包。啊！包王打小鸭这一局，听说包王打完之后头都绿了。哎哎，不对啊，脸都绿了哈。来看看怎么回事。这一场比赛其实很刺激哈，它的比赛背景是一个超级联赛哈，每一分都非常的关键，涉及到什么降组啊、升组的啊。包王的猪头模式应该说还是打得不错的哈，我最近看他这个猪头确实很强哈，打俄俊也是打得不错。AB 这一波想过来抓哈，还是有点远了，但是变成了一个战役，也是没有什么大的破绽。小鸭这边一直在发波，在试探。好，近身来了，漂亮！大猪直接花了一个气场，直接闪出来，避免这个八神的连续压。被他连续在板边压来压去的话，其实大猪压力非常大哈，闪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，退步海阔天空嘛，对吧？好，一个跳 CD 砸一个，伏地很精准。哎，闪身，哇，漂亮哈！通过移动哈，破掉对手的闪身抓。好，来，哎哎，再一次相杀，砸一个。好，铺地转球吗？哎，又是一个 CD 啊 ，CD 的话转球也可以啊。CD 肯定是带转球的，只不过他是死了啊，没看到转球的动作。好，让这个暴王脸都绿的这一局。怎么回事？来看吧，暴气要给你打伤害哈！哎，又抬头，滑不溜秋的啊！这个大门没带，没穿衣服啊，抓不住啊！好，这波呢也是赌中行一个抓，怒吼，三弟都在抖啊！先不着急进攻，先把这个气给攒起来。继续撸，一边撸也一边卡位哈，不能直接进板边。好，踢得很精妙。时间过去了一半啊，小鸭知道自己血量少啊，必须得进攻。好，这一把果断出脚了。然后 CD 可以震啊，这个震死。好，看这一局。霸王踢，霸王踢，踢完之后马上撤，撤完之后继续霸王踢。哎呦，在踢的时候刚好踩头拦住山了，然后因为是二批大门的优势哈，要折了，果然跳膝再带一个拦截山哈，不好防啊，防不胜防，就这么反了，厉害了啊。好，关注学修不易走丢。